新加坡的好味道，新加坡的好文化啊，是趁这次呢跟大家来见面。是的，那接下来先来呢进入呢好听的歌曲。是的，马上邀请哦这一位目前在新加坡他的卡带也好，他的激光唱片也好，不得了，销售量卡拉 OK 点播率排在前三名啦，不得了。他在台湾的最厉害的是他们家的芒果，哦，芒果哦，大家看过芒果呢，很用心种啊，对，看起来比西瓜还要大一点的芒果，是吗？那是冬瓜吧？哦，那冬瓜，对呀，那看是芒果啦，哎呀，山下看到冬瓜啊，那冬瓜切出来都拢是芒果的味道，是吗？请他待会呢，好好自我介绍。种山啊，对啦，山啊拢家己生的对吧？对对，栽种嗯呢，好，安尼好，抱一个个性可以拖安尼等。哦，你如果不阻挡，我们可以介绍半小时，两个小时。袂使啦，袂使呢，袂使啦，哎，好，袂使无前途，嘿，袂什么够前途，哎，袂少，袂衰好前途，来，好不好？来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乔佑。接下来安排下一首歌曲 When You Care。
天咱初熟识的一条溪，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。谢谢。